眼睛完全被蒙蔽。在最后再看六节注一，倒数第四行下面，他说他们受传统宗教的蒙蔽，看不见这位神在神圣经纶里的奴仆救主，甚至要图谋杀害他，他们也确实把他杀了。这一个蒙蔽就是七节注一的一二行，我们一起好。那些议论的经学家以为自己合乎圣经，合乎神学，只承认奴仆救主是个人，甚至是个被藐视的拿撒勒。所以为什么蒙蔽？因为以为自己合乎圣经，合乎神学。好，感谢主，求主怜悯我们。好，然后我们在读经的时候，也不要这么多以为自己合乎圣经。求主开我们的眼睛，给我们启示亮光。阿门。